大家好，我是阿勇哥，今天将为各位介绍涂装板与传统喷漆的差异。涂装板除了质感接近原木与品质稳定外，更兼具环保与安全。但是涂装板与喷漆的差异究竟在哪里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涂装板在选购时可先确定颜色，避免争议。由于不需要进行现场喷漆作业，除了可省去喷漆工期，加快暗场施作速度外，没有毒害与臭味，是健康的最佳保证。传统喷漆因颜色认知不同，容易产生色差纠纷，且传统喷漆需先粘贴未漆板之后再进行喷漆，施工期冗长。而在施工过程中，因喷漆含有溶剂、甲苯等物质，味道刺鼻，完工后仍会危害人体健康。KD 涂装板因涂料完整包覆毛细孔，且涂料具有抗酸碱性，因此能用溶剂擦拭油污，保养简单。传统喷漆接触溶剂会自然溶解，因此碰到油污时难以清理。涂装板表面硬度高，受碰撞不易刮伤，传统喷漆受碰撞后易产生刮痕。涂装板通过防溢一级验证，可保障居家安全。传统喷漆有助燃特性，易造成火势蔓延。看完以上画面，相信您对 KD 涂装板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。如果您家里正需要装潢，那么装潢设计前，你一定要先选择 KD 涂装木皮板哦。